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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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绕。禁忌时非常珍贵的有声影片。YouTube HTM https://www.ubet.com/watch V 等于 KNC 第九 SFK 张哲生 11.9 万位订阅者。这是美国的福斯电影公司 Fox Film Corporation 于1930年2月15日农历正月17日在台湾台南拍摄的有声新闻影片，摄影师为 Eric Mayo， 忠实记录了日治时期的台湾庙宇庆典活动，包括大观殷廷新济公公送天师爷并列为尊神回銮绕境以及开山神社金延平郡王祠270年祭典活动。在这段影片里，我们可以看到穿着日本传统服饰在路旁围观的孩童，参与庆典游行的人，立车与轿子，以及北管镇等珍贵画面。大观殷廷新济公公送天师并列为尊神，路观表开山神社祭典参加行列。昭和五年二月十五日，旧历正月十七日午前十时，本庙神鱼出发十一时，开山神社者正午，开山神社270年祭典参加行列绕境顺序如下：零。记号表示有送佛本庙起行番薯旗竹姿行打迎接上横接天宫城零三界坛林清水寺万川前府城隍灵系台后月地庙大人庙车城大埔送火王灵开先王俊一所新路寿亭停车场本庙口五泉径打迎接三四径林竹姿接五庙口住驾五分间内宫后城边内新街开先宫西园门莫逛挺至运河新亭北投南投堡安宫三条向梁皇宫出大路法院前神社奢资灵武帝庙上横接大上帝侧后所至受向孔子庙大路至开先王仁后进月地庙灵元会进清水寺马公庙庙边柱姿行永华宫临出大路孔子庙蔡氏普法院前入下太子林出下太子梁皇宫经管城总干宫东西园门下横街五庙街庙边翅看楼临县口尾临县城隍林沟前小妈祖林米街林小公园大舞台牛温窟大场口草寮后妈祖楼市金口普济殿后专资陈粗齐康普济殿林蔡错向人
河街山行街水，仙宫岭北市街，药王庙海安宫，西罗殿岭南市街，内外宫后官地，港大天后宫五，庙前范进士三，原相小上帝五，全境本庙中五，起行安路进总，爷街临镇东门，玉皇宫本庙边，出大路阴阳宫，福隆宫临停车场，大路入庙坪，安大吉。1930年昭和五年，日本政府为纪念荷兰人在台湾建成300年，由建立热兰遮城及安平古堡算起，特于10月26日至11月4日一连十天在台南举办台湾文化300年纪念会，展出台湾从原住民自由部落开始，历经荷兰、明政、清领到当代日治时期的文化史料与产业展，除了静态展览外，还有烟火秀、音乐会、戏剧、电影、诗人大会、主题讲座、全岛野球、棒球大赛等，琳琅满目的庆祝活动，与台南息息相关的开山神社主祭郑成功、金延平、郡王祠也是此次纪念会的重头戏。10月30日当天举办盛大的临时祭典，还特地将延平郡王郑成功请出来绕境市区，宛如一场盛大的嘉年华会，盛况空前。1930年10月26日的《台湾新民报》之相关报道如下：台湾文化300年纪念会，为纪念荷兰人兴建热兰遮城及安平古堡300年，由台南市一所市政府主办，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台湾文化300年纪念会，活动项目多彩多姿，有烟火、竞马、画龙、传音乐、戏剧、电影、杂技等康乐活动，并有史料、教育、卫生、产业、花卉等展览会。台湾文化300年纪念会聘有10名顾问，连亚堂卫为一的台湾人。纪念活动最有意义，当为展览会与演讲会。展览会从1930年今日开始，至11月4日，历时10天，陈列的文史资料多达好几千件。演讲会主讲学者专家有毕元坦、台北帝国大学总长村上直次郎、台北地大文政学部南洋史教授素元俊一、台湾总督福建
驻技师，山中桥，台湾总督府台北图书馆馆长，为齐秀珍，台湾史专家，以及连雅堂等人。连雅堂于11月1日在台南公会堂主讲正是时代之文化，由于听者未能详细语文，意犹未尽。369小报社援引乡人之请，令主办台湾300年史讲演会，于20日起至29日，每晚7:10至9:10，在台南五庙佛祖厅游莲雅堂开讲台湾300年史，从荷兰人窃台以至以为割日探源究尾，巨细靡遗关于福斯影音新闻。1927年福斯电影公司便已取得有声电影的制作专利，其运用里德福瑞斯特 Lady Forest 于1923年发明的 Phonofilms 系统，在底片上制造音轨，然后用摄影的方式记录声音，所设置的福斯影音新闻 Fox Movie Tone News 是新闻界最早出现的有声新闻影片，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段1930年拍摄的台南庙宇庆典活动影片 Formosan New Year's Procession 斜线 Parade， 正是这些福斯影音新闻之一。近年20世纪福斯电影公司 20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 将昔日所拍摄的众多福斯影音新闻影片捐赠给美国的南卡罗莱纳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并将之分享于网路上，而让我们有机会得以享受这段珍贵的影音记录。1934年12月28日成立的20世纪福斯电影公司，乃新艺综合体，原名 CinemaScope， 即一种使用弧形宽荧幕与立体音响发声的电影之领导者。该公司由约瑟夫·贤克 Joseph Schenck 在1932年创立的20世纪电影公司 20th Century Pictures 和威廉·福斯 William Fox 于1915年创立的福斯电影公司合组而成。1953年20世纪福斯公司改编罗伊德道格拉斯 Lloyd C. Douglas 的畅销书，推出新艺综合体影片
圣袍。千秋 The Robe 1953该影片在宽度约为高度二倍半的弧形荧幕上呈现，从此电影迈入宽荧幕的新纪元。其后有《国王与我》King and I 1956南太平洋 South Pacific 1958和《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 1965等电影相继问世，皆叫好又叫座。影片来源 https://www.ubecom/redirect/event/video_desk/redaction/redirect_2can=QUFFlog_A0S2RWJSRTBN C19NF6MELVSGNPRKNM Z3XBQ3JTC0TSN 3DQBCCJSKTJCXC FC3BarrelMMG2SGV VBVMMD3LMVV八 T D 十九 Mac N H V V Rose F U E C 零楼六 W X P Q Q M 九 N R F Q U 五 M S E F S 零 S J L S O B 九 H Some Six Five Book K H F V E M M W E U 二CZHFM2GZRJYTT GFEEKINF QNQ 等于 HTTP 3A 2楼2 FMERC SCEDU 2 FISLANDORA 2 FOBJECT 2 FUSK253A2099 井号大观音亭新济公井号开山神社井号延平郡王祠